这里对你们来说只是一个名字，对我来说却是生命中的站点。而他忘记的不是我，只是那段想见不能见的心酸日子。喂，喂，妈，忘记跟你说，我这个月不回来了，工作太忙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啊，我有空就回来看你。那你什么？那我先挂了，妈。啊，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今天都二号了，不知道他这个月还回不回来。我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空呢。那你一路顺风。这段时间挺忙的，放心吧，我有空就回家。妈就想你回家，没有电视也都习惯了。喂，儿子吗？妈，我回来了。你母亲的脑血管性失忆症已经到达重度了，你现在就考虑一下给你母亲办住院手续吧。Thank you.
这是我儿子凡凡，小时候是他爸爸给他照的。我就是凡凡，我多想告诉他。最后，我终于明白，有你的玉堂镇，才是我永远想守护和停靠的地方。